大家好，我是范范，今天做一道盐片虾。哇，这个虾还是挺大一条的。首先把虾清洗干净，看一下大家这样做，原汁原味，真的很香，很好吃，拿出来就可以开吃了。哇，这个有点盐在上面。其实这样做不会咸的，因为它有那个壳包住了。太香了，简单又好吃，喜欢的真的可以试一下。